如果你的高音也很喜欢这种强混声，或者这种平衡混，这种很结实的高音，前三个音哆咪嗦，求求大家能用真声去唱吗？我看了很多的练习视频，老师在视频中是让你们练呢呢这个词的练习，练呢是一个方式，大家又明白呢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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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就这个练习，前三个音哆咪嗦，求求大家能用真声去唱吗？不要上来就用假声或者是混声，这种弱混声。如果你的高音也很喜欢这种强混声，或者这种平衡混，这种很结实的高音，我看大家跟着那个老师的视频是这么练的。内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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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练，充其量你练的高音也是一个弱混声。想练成这种强混声，一定前三个音拜托咱用真声，内内内内内内，这个时候加上混声给它挂上去甩出去，内内内内内内。接下来我要说重点了，这前三个音的真声也不是那种急嗓子的真声，内内内干瘪急嗓子，它这个低音大家不要小看低音，低音也是要挂在那个高位置那个共鸣上要唱，懂了吧？